非常是这一部系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掌声鼓励啊！非常熟悉的怀修啊，饰演的是蝎子，也是我们大桥头在王阳明底下啊，在这个我们 Michael 哥底下的二把手，他的名字叫做蝎子哦，今天就怕哦，他怕人的时候都一球哎，哦，有够狠的，相信大家进了戏院以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都可以看到我们演员哦，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啊，看到没有？女明星就是漂亮啊、哦！男明星再怎么帅，你就只能站在旁边等女明星拍照。哎，掌声欢迎！哎，有请我们饰演 Michael 的王阳明 Sunny 啊，两位要一起拍是不是？哦 ，Michael 还要拍一下，对对对，对对对，yeah, we gotta let you take some pictures for sure, man。好。王阳明啊，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大桥头里面也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哦，而且中间里面啊、哦、常常绕英文啊、哦，我在里面还学到了不少英文哦。等一下要请他教教大家如何用英文呛别人。有一些比如说台语啊或中文，我们常呛别人的话，英文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没关系啊、哦，王阳明、Sunny都可以教教我们。好，帅气的，把你的狠劲。哦，拿出来！哦，刚刚我在来到这个西门町的现场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个公车上面看板也是王阳明，啊、左颜右色还是什么，已经在卖那个保养产品了，厉害了！我想说奇怪 ，Michael 哥啊，好，thank you so much 啊、，welcome， 麦克风伺候，来，好。哎，三林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来，请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哥。欢迎来到九头大桥头的首映会，呜，大声一点，好呀，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己蔡诗芸，太美了，好、，OK， 这个夫妻档哦，今天来到现场，你要好好问一下，因为你这个经典角色，其实在第一集我们就已经出现过了嘛，小头第一集，那这一次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有些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你是在演之前的故事，是的，所以变的是你这一次是年轻版的 Michael， 对，对不对？所以在演年轻版更年轻的时候，这个要怎么样揣摩？你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公开，做一些调整？其实很爽啊，对不对？啊，你可以回头想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调皮捣蛋，你就是不听话，对不对？你就是吊不啷当的那种样子，对不对？因为角一大家看到的 Michael 哥是回来就很有霸气，是很沉稳，是要接大桥头。那现在其实 Michael 就是想要证明给他爸爸看，对，我可以当一个大哥，是对，我想怎样就怎样，我不想听你的话，对不对？他就是这种的态度，所以演起来很爽，对不对？演起来很爽啊，对啊，而且我还听你里面有讲很多，就是中英文我还学到了不少，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你很有种嘛，英文讲怎么讲呢 ？You got some fucking balls 啊，You got some big fucking balls。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厉害，还教我们英文。诗云在旁边，感觉如何？看到先生如此的狂妄，在家不敢这样，在家不敢这样，我不敢这样子。他是不是把在家里面的压力都在电影里面宣泄？在家应该就是我了。啊，就是你。You got some fucking balls. I'm sorry. 哦，原来珊妮的英文是跟我们诗云学的，是跟他学的。好，这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期待。欢迎两位，谢谢两位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两位的参与。来，有请，请入座。OK。喂，陈北辰，提供阿爹的公司啊，哦，带着他的北辰子弟啊。吴长海跟西曼哦，是我们陈万浩大哥，欢迎陈万浩大哥，也欢迎大台以及西曼，来有请。好，大家都可以看到，假如没有看过这个角头二的话，就可以知道龙村啊是真的，下场不太好，但是在我们角头大桥头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哦，非常幽默、非常可爱的演出哦，我很喜欢看到他们呢，就是董春啊，以及大凯哦，在这个 KTV 里面，还可以用这个说书人的感觉，还可以有一种被恭逗的感觉哈、然后有些时候还在调侃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江湖上面的人物，特别是我们王阿姨饰演的这个 Michael 哦，大家互相有一点。看不顺眼哦，不太对盘呐、就用幽默的方式呛一下对方，很可爱，很可爱。哎，欢迎陈万浩大哥，大家打声招呼吧，来，陈万浩大哥，大家好，我是陈万浩，提供你啊，广春嘞，今天你好，真正是谢天谢地啦，天官赐福，国泰民安啊，广春是真好，感谢各位哦，会当来捧场，咱这个首映会是啊，当时的86。嘛，大家一定要支持哦，好不好？是哟，赞哦，来大凯。Hello， 现场的所有朋友，辛苦的美女朋友，大家晚上好。好，哥好，大凯好，大凯好。哦，这边很欢喜啦。对啦，会当做阮天公阿囝的细汉。是。哦，这真正是非常荣幸。是。啊，即摆有一个重点，8月16，吼、哦，咱抢一票，甲送你去电影院，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啦，一定要大力支持一下。对呀、啊，好不好？那后半段就交给你主持了。不，你提的哎呦。他的表现我觉得也可圈可点啊，是，对不对？北辰之光，对呀、啊，北辰之光，他戴的那个墨镜站在那边，对不对？他手上要是没拿球棒的话，我以为他是算命的。但是你手有拿球棒、啊，哎呀，难得在电影的局碰到天哥的话，对呀、啊，很帅啊。KTV 那个段落是他想的，哦，是他想的哦，好厉害呢。没有，这是跟导演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哦，真的哦。对，你们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是全才，你也是幕前幕后一把罩。哇，厉害哎，对不对？我们北辰最能打的西半哥，最能打的，然后也是幕后最能干的、最辛苦的，是不是？对，就是目前演完，然后要回归演幕后，好厉害哦！幕后的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西饭的名字嘛？对啊，对对，目前幕后跨足了一把罩，太棒了，太厉害了！好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戏院里面好好看一下我们三位精彩的演出，好不好？谢谢三位，欢迎，好，有掌来啦，欢迎哦！还有我们的青
路啊，来到了红毯的上方啊。哦，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蔡正南大哥饰演的这个用闪哎，哦，那个眼睛哈，光那个目光都可以杀人的，很厉害。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丁真哎，大剑大侠，大剑大冠哦，是我们角头宇宙里面三个大巨头了哈。那丁真哎虽然比较是稍微势力没有那么庞大，他比较接地气一点哈，但是呢也是非常懂得啊这个江湖上面的伦理啊，也非常讲义气的。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蔡正南大哥饰演的这个右闪，跟我们大桥头的这个兄弟啊，寇闪，啊，火兄呢，带梁啊，哈，就秀姐呢啦，哈。然后另外可以看到我们春风大哥饰演的这个清风哥，清风哥遇到我们 Michael 哥，哦，也是有点头痛啊，又想照顾这个弟弟，哈，但是又对他有很多的烦恼，又想要管教他，哈，但是又有一点拿他没办法，哦。这个揣摩的相当好哦，好，这个两位哈、哦，在电影面精彩的演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哈、哦。稍待片刻，我就要请我们这个蔡正南大哥，好好的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做用眼神，都是一档台啊，眼神就能把你给我吓得半死哦，就厉害。而且很奇怪的就是，他们正在。不管是站着也好，坐着也好，打斗戏也好，或是跟人家瞧事情的时候，上一秒和蔼可亲，下一秒杀气腾腾，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哦，我们期待。好，看到没有？现场的状况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听工作人员说，清风哥，也就是我们孙鹏大哥，好、哦，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前方。孙鹏大哥还说，小蛋你问到我还要叠呀，对不？哦，这个应该孙鹏大哥还脱离不了戏的内容，对不对？永远在宇宙的世界里生活。哎，孙鹏大哥，大家好。在这个雨过天晴的一个舒适的黄昏夜晚，很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角头的首映典礼，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支持，谢谢，谢谢。好，孙鹏大哥好，这边欢迎蔡正南大哥。大家好，我是蔡正南。哎呀，蔡正南大哥，我刚刚就想要问你了，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哈，我们常常看到你跟大家，比如说安安天阿弟啊，年纪不会得啦，还是怕麻雀的时阵，你那个眼神哦，都感觉起来就是哎，跟他打的一些后朋友，一个好长辈，但是突然一有什么不对劲，你的眼神哇，跟他来当太阳赶快嘞，真的吗？哈、啊，对啊，你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哈、啊？我这个鹏哥比较眼睛比较像嘛。没有，鹏哥也是很厉害。鹏哥大哥学的啊，真的吗？鹏哥就是说，我当你是弟弟，你还以为你是老大，然后顺手枪就拿出来了，对不对？那是一种教育，教育，就爱的教育，对小孩爱的教育，是啊。不拿钱哦，那我还不会贴钱嘞，熊多还不会贴钱。我们是执行者啊，太厉害！那执行者也辛苦了。那今天我也要让你辛苦一下，你可以用很凶狠的眼神讲出三个字吗？这三个字是什么？你知道吗？维大力，可以吗？可以用，因为我们看这个广告，我们都觉得啊，你停快买嘛，啊，你有两个选择，维大力或者是你停快买嘛，但是要很凶狠的哦。干嘛赢呢？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拿钱吗？我是个人是没有。如果你们有找到十八的时候，我用力演。如果没有的话，回大力啦。老师有，我下吹了，太厉害了，对不对？效果十足。好啦，这个大家八月十六一定要进剧院好好支持两位啦。谢谢，谢谢蔡正南大哥，谢谢孙鹏大哥，谢谢。欢迎两位，谢谢。稍作休息一下哦。好，接下来北暖五虎之前的土狗帮欢迎他们。哎呦，为什么会是土狗帮呢？啊，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喽。那我们先欢迎正人说事业帅张在兴以及唐正刚。哎呀，在我们角头系列电影里面之前，大家都有看到北管五虎相当的神气哦。但是在角头大桥头啊，由于啊是一个前传的概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位啊没那么风光的时候，他们原本叫做土狗帮啊，
而且这个名字是被 Michael 跟这个怀秋饰演的蝎子所取名的啊。这几个人呢，无依无靠，靠的是他们的兄弟情，他们也没什么势力，也无酒店，也无 hotel， 也无交金东博，对不？他们顶多是那个自助洗衣店的 VIP 而已。常常拍牌，规身躯安尼拢是伤，啊啥拢安尼拢惨，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就去自助洗衣店外面洗衣服，哇，可以说是自助洗衣店的 VIP 啦。啊，这几位呢，也是我们角头几位。大家我想啊，这观众朋友们在前面的几部电影里面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哦，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要再次进到戏院，好好的欣赏他们这一次的演出哦。那当然啦，我们施明帅哦，哇，我好好想问问他一下，这次压力大不大？哦，他演了一个角色，他算是第一次加入我们角头哦，然后他演的角色还叫做变脸，哦，猛就对了，猛仔就变脸哦，然后还有他舔哎。甲宝诶，哦，大家斗阵安尼啦，哦，这个阿宝、阿Ken、哦、阿明，哦，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他们，哦，阿Ken、哦，名字都取好了，我想要想要把Ken落去，对不？阿Ken、哦，买些加入他们行列啦，还欢迎几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几位啊，不只是。这个哎，来，欢迎，好，来，哎，欢迎，哎呀，好久不见，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来，我先嘛，大家好，我叫张爱心，饰演中宝，对，哦 ，boy， 来，我好像出一位，谢谢，爱心，我是施明帅，饰演阿猛，谢谢，欢迎施明帅。全哥，然后现场的媒体还有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帅小刚。啊，温哥还没来啊？哎呀，来，哇，再来欢迎啊，郑仁硕也来到现场啦、啊。阿Ken Ken的呀，来哦，大家拍些招呼啊，好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还没进入北馆的阿庆，但是呢，我们韧性很大，好不好？但是在这部大桥头里面。我们会展现我们的韧性给大家看，好吗？哇、哦，太精彩了，对不 对, 对？而且这个是你们更年轻的时候了嘛，是不 对, 是？所以这一次是饰演，因为之前比较威风啊，好、哦，这一次是土口攀来着的，也是很威风啊，也是很威风吗？比较土味的威风。嘿，我看你们身上常常都是烂泥巴、啊，但是心里面那个志气是比天高的，对不对？是，人定胜天。好、哦，人定胜天，太棒了，对不对？好，那是中国牌啊。嘿啦，我都无牌啊，就是靠家己，对唔少过啦。嘿呀，我安尼，我都要过啦。是你借别人过，还是别人借你过？八月十六看下去就知道了。看下去就知道你谁借谁过。太厉害了，这个小帅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第一次参加角头语。啊，你就演了一个角色叫做变美，对不？阿猛，压力大不大？跟几位一起？我压力大到我就是在现场的时候都一直取笑自己是阿猛。阿蒙，那蒙的蒙的，安尼哦，哦，为什么？是因为怎么样？他们的气势凌人，因为我觉得还是他们默契，在观众心里面，他们有一定的分量。那我要加入他们的话，就需要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忙。是，所以这一次阿蒙可以好好的把他演完，都是因为有他们几位张爱心、郑仁硕、小刚来帮忙。我才有办法演出这样的阿猛。哎呦，就是兄弟情了，对不对？是的，私底下的兄弟情帮到了你在舞台上方镜头前面的演出，这也是相当厉害。你要请教一下郑仁硕，哎，这个倒着演，越演越年轻，越演越回去，这个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你这是感觉？因为我看到的是奇怪了，你们真的是有好像讲好了，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默契？就你们真的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角头系列的电影是有差距的，演出啊，不管是你们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是动作上面，对不对？都有去做揣摩。对，因为这个毕竟是角头一在跟之前对的所有的建立，嗯，我们这部电影是在建立更早之前把这个一二浪流连把它兜起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心态上最困难的其实就是心态上，你要演得更不会想，是更年轻，更冲动，更加冲动啊。对，然后
更无知哦，更只会耍嘴，更有趣，更好笑，对不对？你讲的唔对啊！我是伫内底，恁两个对不对？哎呀，我碰到桥梁，因为8月16号大家看就知啊。对。你内底像是智多星的角色，对。我就无灵的呢，但是我还是会变智多星了。下面一位，瓜哥来了，对不对？我看到你的演出，我还是不自觉的会笑出来，因为我感受到的是，因为这个应该不算爆雷啦，因为他中间有一句台词是“我给他一杯气呀”，喂喂，对不对？他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是我是替他开心的笑了出来了，是给他一杯气呀。对，因为这一次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大家会又有学习到很多经典台词。哎呦，对，真的，而且你们吵架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短，有时候长，最短有短到什么程度？阿拉道叔，看他就知道了，对不对？哎，这阿哲，话都有，台词，来，哎，话都台词了，我最短的。K哥，你讲错了，哎呦，最短的是什么？最短的就是不讲话，不讲话的，一颗镜头大概5分钟。哎，然后轨道就一直走，走到结束，我们还是到结束。还有，我们太入戏了，因为我们都睡着，拔不出来，都睡着了。对，因为拔不出来，没有自拔，无法自拔。对，无法自拔。其实也蛮辛苦的，他必须要想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对，来让我们更有活化，丢接嘛，对不对？演员之间的丢接，这都是演员功课，这很厉害的。他也是啊，小刚也是啊。小刚很厉害，小刚这一次我看到他，他45岁了，长得跟25岁一样，好厉害哦！你真的感觉我给你穿高中制服都可以，我觉得。没有，但我真的得要讲，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还好有三位哥哥，因为很多他们显老是不是？你这样讲都错误了。家内底上少年就是我。就还好有三位罩着，因为我在里面最无知啊，对，最笨。现在应该点个珍珠奶茶都会害怕了，因为乔伟去看电影，他点了一个珍珠，有人跟他点了珍珠奶茶，后面就一大堆，乒乒乓乓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因点的看中红嘛，要点心口，刚刚我来帮我中红。好，我们现场已经有人说我们的赵倩倩是不是？尾管四雄在等。今嘛，我讲的是尾菜都对啊啦。啊，变相啦，变相啦，变相啦，等等，变相啦。后边拢较大咖的呢，东方的 Al Pacino 高级大哥。快点，好不好？那可能要欢迎他们一下喽。再次掌声给我们四位好不好？哦，这次是演土狗帮的，但是也是很可爱啦。哦，谢谢，感谢。以和为贵的对头高杰大哥，以及我们的仁哥王世杰大哥，是大家最想要跟的大哥了。另外呢，还有黄尚和饰演的阿超，欢迎，以及吴镇雅饰演的胖达，好，欢迎四位，哇，相当帅气，哇，大哥级的人物啊，来到现场，我赶快了好，那这一次哦。我们高杰大哥也是哈，笑眯眯哈，演戏的时候都还呢，嘴笑板笑，连跟人家吵架，连决定一些可怕的事情，也都是笑眯眯的，令人不寒而栗啊！好，我们再回来。哎呦，哇，你看到没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无法自拔了。如果有尖叫声的，请大声的叫出来。支持你们最喜欢的啊，不管是高杰大哥也好，还是王世杰大哥啊，欢迎啊，大家拍照一定要拍好哦，拍好拍完拍满啊。好，那这一次呢，我们有看到啊，这王世杰大哥在戏里面，到底他跟我们这个土狗帮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他会说出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说阿里嘎拉大怪的动作型人力银行秀，
想要发冠是人力银行的，哦，哎，哦，啊，你不明白，哦，外口的代志是超好势，哦，啊，咱刷来，再过来讲，哦，哦，欢迎欢迎，有请。好，现在我们看到要登上我们舞台上方的是我们黄尚和，欢迎，以及吴镇雅，欢迎两位。哎，欢迎欢迎，哎，跟大家打声招呼，来。大家好，我是吴镇雅。镇雅好。大家好，我是阿超黄尚和。哎呀，欢迎欢迎。哎呦，这一次你们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因为之前啊的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兄弟情，大家都很好，但这一次一开始的气氛是对立的，对不对？这样的感觉要怎么样的调试？会不会很困难？来，先看中间喽，看中间。完全不，因为早就讨厌在心里了。讨厌那群土狗吧，当然是讨厌。抽上来先揍一顿。哎呦喂啊，真的哦。哦，所以在对戏上面，大家这互骂互呛的时候，这一次 OK。左手边。对不对？我反而觉得因为比较熟。哎，来高级来了。中间。哎呦，是那个怎样厉害？哎，我他都给你盖下了，东方 L 八金哦。没关系。东方。八庆狗，八庆狗啊，恭喜恭喜高杰大哥啊，是是是，高杰大哥跟大家打声招呼啊。大家好，我是北馆的贵董，以和为贵哈，以和为贵哦。世贤哥欢迎。大家好，我是北馆的阿仁。哦，阿仁哥对不对？这是我们北馆哦，我们每次看到你们都好开心。哎，感觉起来似乎你们有一点点像是在江湖上面正义的化身哎。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哎，这是我们装整阿来的习惯，整阿来的习惯。哎，啊，大家都是以和为贵，啊，当然除非公里杀七国拉七贵将哈才会动手的，对吧？对不？哈，哦，啊，但是以和为贵的这个贵董，我觉得你这一次。哎，你的表演方式，尤其是为什么你笑着笑着就开始耍狠了？那个是有真的把我吓一跳。哦，因为这个贵董还年轻嘛，还年轻，你也知道年轻啊，大家都年轻气盛哦，比较冲。对，因为有爱顾自己的地盘，就会有一些策略出来。哎呦，那当然不能够拍脸了，笑脸太让人惊了。笑脸太快，哎，我是这次真的有被吓到。我看到一半，我吓到，我想，哎，他刚刚不是好好在讲话，怎么感觉好像一顶那个刀子已经要出去的感觉了，对不对？但是世贤哥这一次很辛苦哦，因为打斗的戏也不少嘛，是的，对不对？我还好啦。啊，真的吗？他们年纪比较多，因为我只是出一张嘴。有啦，一点毛爬起来啊！我有进阶一下，我是直接拿枪的。哎呦哇，拿枪起来的感觉如何？哇，很爽。很爽，对不对？这一次这个其实，哎，我们的阿超他自己本身，我看到的感觉哦，他是真的，其实角头的宇宙都要多亏他。啊，是。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的在电影里面是有机会可以把土狗帮解决掉的人。啊，对。对不对？对。结果你居然，哎呦，说起来了。啊，对啊，你这你也可能改变命运的呢。对啊，为什么要说起来？所以其实你还是有这个善良心软的一面，还有恻隐之心的。恻隐之心。没有，其实我是比较怕，我听不懂老大给我的暗示。哦，安内哦，我会紧张。哦，会紧张，所以有一点拱拱啊，安内哦，提供跳拱狼。对，很想要凶，但又怕怕。哦，好，这个大家进戏院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说。镇雅当然就厉害了，我看到他每一次那个球棒拿出来，你是不用带护具，对不对？哇塞，那个球棒直接往他手上砸，然后什么在背上砍这样子，皮又怕了，皮又紧啊，皮又紧哦，他很早就后悔呢，对不？哈，好，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因为每一个人演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让你一看还想再看。再次感谢各位，好不好？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来自北馆的好兄弟们，欢迎你们，有请。All right， 接下来各位观众，好头发来了。好，我们也要欢迎他们。另外呢，也有我们的这个新现身的帮派东门帮的喜强哥，喜哥也一起来了。好，欢迎龙天祥大哥饰演的破傻，带领着我们大桥头以及他的二把手，也是夏庆平大哥。还有我们破傻的儿子啊，当然就是我们王明昌里所饰演的 Michael， 以及这一次呢，令人
又爱又恨的啊，怀秋饰演的蝎子，哦啊，怕杰郎啊，我、哦、一直要求哦，就拖我哎，哦，看到你是恨到牙痒痒的哦。好，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特色。好 ，OK， 这几位啊，哦，大桥头方，真的是我们这一次啊、哦。小头大桥头里面的一个中心的宇宙哈、啊，大家都从这个宇宙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故事带出来。那当然了、啊，刚刚我也有讲过了，是不是？我们美国好莱坞有复仇者联盟，英国啊有哈利波特，澳洲有疯狂麦斯，台湾有角头啊。真的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这个 IP 系列电影啊、哦！这一次呢，我们要好好来看看这个大桥头里面。当然啦，我们这一次这个龙哥哈、哦，哇，大西丁那时尊哈、哦，也非常的有 man power 啊、哦。那另外呢，我们喜祥哥啊、哦，饰演喜爷，哇，那真的是一个笑面虎的，主桃干杯呢，一滴球一滴球啊、哦，但是感觉起来都是笑里藏刀。哦，非常的可怕。另外，哎、大家刚刚给我们刚刚已经跟我们 Michael 哦，也就是我们的山里王阳明啊，也聊过了哈、哦。这一次呢，也可以说是把这个年轻版的 Michael 带到大家的眼前，让大家看看哦，年轻气盛的、哦、那种不顾一切哦，我的过世年呀哈，你扮老鬼啦哈，少年的时阵就是安尼，扮老鬼，扮跳鬼啊。所以呢，就特别的冲。那这一次大家可以好好欣赏，啊，我们蝎子，也就是怀秋饰演的这个角色，在里面呢也有相当吃重的戏份哦。哇，好几场戏里面，我看到他，我真的是，哇，有些时候觉得他好帅，有些时候觉得他好可恶啊。那打斗的戏也是非常多场哦，威胁啊，怕大呢哈。但是啊，其实我们角头里面还是有很多。哦，不错的寓意啊！啊、哦，他刚好是咧保护家己人，唔是咧怕人呢。这是我们龙哥的经典台词。哦，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大桥头发以及来自东门帮的何喜祥哥，喜爷欢迎欢迎。哎呀，来，好，首先有请龙哥跟大家打声招呼，谢谢。我是龙天祥，很高兴呢，今天是角头大角头的上首映典礼，也希望呢，很多我的朋友有一些影迷，还有我们的媒体记者，今天在这里呢跟你们说一声呢，感恩谢谢。大桥头里面呢，我们这个大桥头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呢。的角色，我参与大桥头扣上这个角色，还有是跟每一个角头里面的都是有对到戏的，而且 Michael 也是跟每一个角头的人物都有对上戏的，以我为主大桥头，所以说 Michael 大桥头是谁的？大桥头是我爸的。是啊，赞、yeah, 啊！谢谢，谢谢。今天呢，也有我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今天是我们的首映会啊，请跟我们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啊，多多批评指教。谢谢，谢谢。有没有看到龙哥说的，大桥头就是他的？今天感觉起来场子就是他的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感觉有点像主人一样，欢迎大家来，对不对？太棒了，龙哥在里面也很帅气。当然也有讲到一个经典台词啊，咱打头是咧保护家己人诶，唔是咧去怕人诶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注意到。所谓的角头就是东庄的角头的故事，就是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嗯，就是要保护那个人整下来，所有全人的背景，卖叫我来恶势力给咱求，是打头源起头开始向你来。哎，台戏家呢？这个源流是这样来的。那在里面，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啊，夏庆林大哥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文正，对吗？文正。哎，我觉得文正的那个穿衣服打扮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你也有自己的特色。你要过去啊、哦，有点像刘文正大哥，对不对？叫文雅一点，很斯文的兄弟。走后面。哎，对。
那我这个角色呢，原本在角头的时候呢，我是拉高了，鳌杠爪头哎，是哦。而且我到后来进入角头宇宙的时候，哦，我才发现其实我是从大桥头，然后跟着温多哎，是，然后一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角头。了解，原来是这样哦。这次我们在大桥头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物发展的，这个角色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的哈。还有我们这个喜祥大哥，哎呦，喜爷对不对？喜爷在我们电影里面从头到尾来啾哔哔啾哔哔，但是都笑里藏刀。喜爷，我可以请你示范一下，我可以你有办法分辨一下哈？我们大家来分辨一下，喜祥笑跟喜爷笑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好，这个是，请问一下，这是喜祥笑，喜爷笑。好，然后我们再看看喜祥笑，哎，和蔼可亲，真的不一样，我上来多了几人。喜祥哥这次演出也相当过瘾，对不对？对对对，我们东门帮是一个新创的帮派，可是，在大桥头里面，我们真的不输任何一个帮派。真的，大家拭目以待，大桥头，拭目以待啊！这个 Michael 都常常有些什么事情都还要去请教喜爷，对不对？啊，他就是我的 Godfather， Godfather 对不对？哦，算是从小看长大的。对对，他就是在美国照顾我的。是 OK， 所以我才会变这么坏的，在这么有点被他带坏，是不是？好，那这一次我没有看到怀秋演出啊，太厉害了，对不对？你在私底下，因为我跟怀秋也认识很久了，他一个臭名狼的厚厚啊，在里面变成一个哇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前两天我还在跟朋友在 KTV 里面唱打击啊，在那边打击啊，那边万乐，然后看到你在电影院变那么坏，吓一跳呢。哦，这次也是揣摩了很久哈。对，就是有稍微就是观察一些特别人士，然后经过了一些。自己在偷偷的在角落观察他们，然后把他们一举一动我喜欢的就把它放口袋里面，哎呦，拍戏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哎，对，其实我们前辈很多嘛，对，都可以四处收集他们的法宝，是这样，融合在一起，然后化为自己的养分。对 对, 对，太成功了，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角头大桥头。今天我们这个可以算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啊，好不好？再次给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所有大桥头的好兄弟们，谢谢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我们东门帮的喜爷、喜祥哥，欢迎欢迎。好了，谢谢。现在来到我们红毯上方的，就是我们对在电影圈都是赫赫有名的啊，很多的这个我们演艺圈的、电影圈的后生晚辈啊，都受到他们很多的照顾，包括阿 Ken 本人啊。阿 Ken 也以前啊自己拍电影啊，筹资啊，各方面啊，也是请教我们几位大哥啊。那这一次呢，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好，真的非常开心。好，这一群啊，好，然后我们英国有哈利波特，澳洲疯狂麦斯，台湾角头。对，所以现在的角头，我希望下一集就可以骂英文。卖到英国是骂英文，骂英文，骂台语，一直会讲八九片，哦，有点辛苦啊。这样，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各位记者，谢谢各位媒体。掌声给洪哥鼓励一下吧。还有谢谢阿 Ken， 我刚刚现在也认识很久了。所以他今天一直拼命说我们的好话，当然我们也值得他说好话。不啦，我好你叫过叫嘴当啊，洪哥真的是也是很努力的在拍片，对不对？大家有目共睹。这点我是真的一定要承认。真的。对，因为我在想各位有所看到的，我们角头一直一直在进步，尤其我个人在，因为我自己是做代理，各国电影出身的，那我看到各国的优点。所以在行销上，我相信在国片的行销，我相信我应该是台湾可以做第一的。那我就说，你的好片就像开餐厅一样，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餐厅里面的东西好不好吃。所以我一直把行销列为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当然，最另外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台上这些朋友帮我创作了角头电影。再来就是台下所有的艺人帮我完成了这部电影，所以8月16日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我们角头卡梯就到角头大桥头，谢谢各位，再次给我们主创团来来来
哦，来来来，啊，感谢吴一桥喝水。啊，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哦。来来来，有请有请。啊，王尚德，欢迎欢迎。嗨，大凯，欢迎。来来，帅帅帅，小帅小帅。好，大家一定要在8月16号啊、哦，来支持我们角头大桥头哦，10年磨一剑哦，在我们主创团队、幕后团队哦，这么辛苦的努力之下。啊，包括了我们导演兼我们的摄影指导姚弘毅大哥，以及导演江瑞智，以及我们的全哥哦，总制片，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啊，还有我们出品人张子轩，以及我们监制 Simon 哥，当然有我们的弘哥所率领的所有幕前幕后的好兄弟好朋友们。好，大家把位置瞧一下哈，哎，历史性的一刻。好，我们现在先看到我们正中央位置啊、哦，我们工作人员在挥手的地方。好，大家一起来拍一张照。好，小心小心啊、哦，大家。好，瞧一下，我们把位置瞧一下哈、哦，我们让给我们今天这个最值得哦被大家表扬的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以及我们的演员好兄弟们。是哦，啊，大家好，我们先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笑一下，哈哈哈哈，票房会非常好哦，哦，应该是会破纪录哦，这么开心，对不对哦？哇耶啦，好事好事啊！好，然后我们拍一张，好，我们拍一张，我们也要，因为我们有手势的嘛，因为刚刚红哥都讲，打踢就大。打踢就大，我们手这样举起来，哦，对不对？好，打踢就大，来几滴，好不好？来，好，瞧一下，对不对？位置，哪一位？来，来，好 ，OK 吗？打踢就大啦，赞啦，快讨钱哦。然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拍一张，哦，叫我 boss， 叫我 boss。哎，丢丢丢！啊，手爱较注意哦，卖去砸到别人哦。哦，叫我 boss， 或者是可以叫喜祥哥 boss， 因为很多人都指他。买呢，哦，叫我 boss， 敢踢就打，叫我 boss 啊、哦。好，夏静大哥好啊、哦，对对对。好，可以。可以吗？好，看中间的摄影大哥啦。好 ，OK 吗？哦，好，那我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二三，掌声鼓励一下，赞啊！角头大桥头哦，我们票房长虹。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首映仪式啦。哦，好好好，来，请大家可以好稍微这个移驾一下哦。还有我们能绿的董董，好不好？董董，哎，欢迎欢迎，好 ，OK， 好喽。那我们数到三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先红布，好吗 ？OK， 准备好了哈，来，我们看看匾额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哎，小心，小心！好，好，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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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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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准备好了，好，三、二、一，请接红布，掌声鼓励，一鸣惊人，小头大桥头，8月16号，即将在我们所有的戏院一鸣惊人啦！红哥，哎，有没有麦克风？麦克风，来来来来，就用我这支好了。来，红哥啊，就忙起来，一鸣惊人这样子还不错啦，对吧？还不错啊。啊，你会有办法让他更好吗？可以，可以吗？你看到啊，阿弟你来改管哦，好不好？如何让我们一鸣惊人更厉害呢？哎，请看。掌声鼓励，一鸣惊人，绝对破亿啦！
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哦，绝对伯爷，大家在8月16日，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绝对不只是一亿、两亿、三亿、四亿一直叠上去就对了哈、哦。好，好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动态的哦，来来来，这个彩带哦，哎，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方，哎，大家都有事，哎，哦，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个彩带之后哈、哦，准备好了哈、哦。往前方45度哈、哦，往前方，哎，高杰大哥，哎哎，拍手拍手 ，Al Pacino 拜托哎 ，Al Pacino 慢呢，好、哦，前方45度，啊，我们这个一鸣惊人还是要有，还是要有，因为我们就是要这个响彻云霄嘛哈、哦，有这个名声好兆头哈、哦，然后顺便也是嘎踢就大了哈，好、哦，啊，今天也只有 boss 才可以这么做啦，所以是叫你们都是 boss 啦，好了。OK 哦，准备好了哦，打开准笔画哦。那我们3、2、1，大家就一起喽。好，我们请后面演员也稍微往前站一点点，好不好？尽量尽量哈，尽量尽量哈，尽量啦哈。好哦，准备好喽，3、2、1，掌声鼓励。再次掌声鼓励给我们舞台上方所有的主创，所有的幕前幕后好兄弟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稍后片刻我们即将要进行。Testing testing， 一二三，声音 OK 吗？声音讨厌，声音 OK 吗？哇，这样他们哪一个来喜欢呢、啊？声音 OK， 声音 OK， 好。哇，这边有声音哈。这次真的好开心啊，看到很多演艺圈的好朋友好兄弟拍一部这么好看的电影，真的是一部比一部还要好看，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好，请访问。好，大家准备好吗？有请啊，谢谢。想问一下，电影这周就要上映啦，演员们现在此刻心情是如何？很期待，非常期待啊、8月16日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去看角头大桥头，很期待啦，因为这次很完整，有这么多演员，对不对？大家都这么专业，从角一到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欸、导演是要上来。对啊，导演。必须的，必须。啊，龙哥，龙哥觉得呢？必须。Come on，导演。对啊。导演心情怎么样？导演心情怎么样？心情很兴奋，很兴奋，对不对？姚哥呢？姚哥、啊、那龙哥你觉得呢？我再帮你问了。当然是很兴奋，我是很兴奋了、啊、我想现在这个大桥头啊，这个戏啊主要在 Michael 的身上，我有跟 Michael 讲了，贵档很多事情呢，我让我跟四岁讲啊，讲啊超台机了，要靠怎么着啊，了解这个台机呢，你待会儿来带这个观众朋友们到戏里面去观赏的时候呢，就知道 Michael 怎么跟他们处理的啊。贵档这是高抬贵手，按钮是谁哦？好了 ，OK。但是蛮期待的，就要上映了，请大家多多支持啊！谢谢。那对成绩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压力，或是有什么期望？票房，毕竟前面几部都成绩都很好啊。嗯，会有压力吗？压力没有了，期许了哈、哦。期许，对，没有压力，就是。大家快点进戏院看啦，好不好？对了，没错。对啊，不然我就不爽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对啊，反正希望成绩会好，就这样子啊。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就是破亿公约，就是要抽手表，就是可不可以先立说要什么？是人硕啊，是人硕在那边把我拱出来的。但是有说啦，反正就破亿送一只不错的手表，好不好？不错，真的不错。关你屁事、啊！对啊，关你屁事啊！那张哥都夸下，那人硕哥，因为真的那个我们北管大哥教出来的哈，应该都是蛮有伦理的，所以呢，他们说会送一只手表，就表示一定会过亿，绝对过亿，所以我戏下就支持了，支持，全力支持。
啊？你要怎么回馈？就是他送一次的话，我就帮他带上这样。在新说你蛮喜欢脱衣服的。啊？在新说蛮喜欢。他喜欢脱裤子。对对，他不是喜欢脱衣服的。就盖个毯，我盖个毯。反正有几回，有这么多老大哥挡在前面，我们领军哦，其实这个绝对只感觉是往上加成而已。嗯，对对对。好。导演，导演会讲，导演从波一他会脱裤子，波一我会找另外一个导演姚哥一起，对，一起要干嘛？脱裤子裸奔啊，裸奔哦，裸奔，对，西门町裸奔。如果真的破2亿的话，可以考虑。对，如果破2亿的话，我们主创团队就他包括监制啊、制片啊，我们不参加。演员们，对，我觉得Sunny一定会。Sunny现在大家在网络上看到Sunny的短影音都非常的可爱。至少有一只手表了。对，还有一只手表。对，所以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谢谢导演，对，要说上阵。谢谢导演，对，谢谢导演。好，谢谢。好，谢谢。